cover your eyes. Japanese girls do the pretty monster dance. Makeup splash and SFW. 想象一下这种场景，你是日本某高中的一名女学生，除了上课及与同学之间的玩闹之外，生活中似乎没什么有意思的事情。你年纪太小，不能喝酒，你可能还会时常感受到来自父母的压力，他们希望你考试能考出高分。那么你要如何舒缓自己这压抑的心情呢？你可以录下你和你朋友做一些受到美国电子舞曲音乐团体的歌曲 Pretty Monster 派对怪兽启发的动作，并将其传到网上。一年前，美国克鲁贝拉乐团是来自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的电子舞曲音乐团体，由姐妹花 Jordan 和 Yasmin Yusof 组成。在 YouTube 上放出他们的歌曲视频之后，日本开始流行这种派对怪兽舞。奇怪的是，音乐视频本身并没有出现任何性感动作，因此日本的女学生们究竟从何想到这些动作依旧是个谜。派对怪兽舞中有不少重复动作，首先是向前移动屁股，你要将你的臀部顶住和你一起跳舞的女孩的屁股，就像你在星巴克排队时催促前方的人向前移动一样。女士，快点往前走啊，我要买加了盐的焦糖拿铁。接着要来回拉扯，就像你试图用手将别人丢在你裤裆上面的口香糖扯下来一样，简直难以置信。今天我们的裙子上面都沾到了口香糖，发生这种事情的概率有多大？这一起源于海外的舞蹈似乎有伤风化，不过他们通常是日本女孩子们的玩笑之作。女孩子们表演它的目的也是为了讨人喜欢，而不是公开展现性行为。之前日本女孩还流行在拍大头贴的时候将嘴唇放在两指之间，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变成了一种公认的可爱姿势。它原来的意义人们早就抛诸脑后，流行的可爱大头贴姿势，左上第二张照片的姿势被称作 Eurypice， 即上文描述的动作。下图中左上第三张照片在英国人眼里表示去你的，但这样非常可爱，一点也没有让人感觉到被冒犯。你怎么看这样的舞蹈？是可爱还是有点太过调皮？